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马桶是有两个按钮的，可是你知道为什么有两个按钮吗？两个按钮又有什么作用呢？大多数人就算再无聊，应该也不会去研究马桶的结构，只知道好用不好用，用完之后不堵就可以了。马桶的基本主要结构是由浮球、进水管、排水管、渗水管、水塞、冲水按钮组成的。那么为什么马桶会有两个按钮呢？听设计马桶的老师傅怎么说的，看看这些年来你都用对了吗？其实这两个按钮主要是用来辨别是半水和满水排水的按键，通常两个按键大小略有不同，一个大一个小，小的按键就意味着是半水形态，按下它并不会一次性把水箱里的水完全排放，而是只放一半或三分之一。那么大一点的按钮自然就是满水按键了，按满水按键通常就会把水箱里的水一次性排完。那么同时按两个按键又是怎么样的呢？这样的话冲力会更大，但同时也会浪费更多水。所以说两个按钮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半水，另一个是满水，按大的按钮排水量大，按小的按钮排水量小，同时按两个就是冲全水。那为什么要设计两个冲水按钮呢？原因是为了节约用水，人们可以根据自己上厕所的情况来选择冲水量，这样可以节约用水。